生活在一起，生命电视，触动，行动，真感动。8:40左右才开始啊。有着千年传说的圣曼修道院，是于18世纪时改建成巴洛克式的建筑。五元造房的建筑物内部，据说有巴伐利亚王室历史与历代国王肖像。基督的维希二世未竟之梦，应是山城堡的设计模型。九天鹅堡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辖下，与新天鹅堡隔山丘坡，毗邻相望，曾经是路德维希二世青少年时期的夏季官邸。打马车达达走过，昔日情景如风如影。
负重的步履难行，但难行而能行，犹如佛心的慈悲化现在每一位佛子清净的身口意中，修行自己也慈爱众生。满身清脆中，沿着宽敞的马车山路逐步行进，慈悲的脚步总是神采奕奕。那意思是说，大的老，衰的衰。新定额堡位于德国巴伐利亚邦南方，属于19世纪晚期的建筑，是巴伐利亚王国时代路德维希二世的行宫之一，被称为世界上最理想化的浪漫建筑象征。来到这个巴伐利亚国王吞下权柄后的梦想城堡，宛如走进了神话、传说与童话交织的奇妙世界中。
巴伐利亚从中古世纪选侯王与民族主义的对抗，到社会与宗教约束下的凝滞，权位斗争下的和平总是短暂。